露娜赢了没？赢了，露娜最后赢了。我开始乱秀，最后我死了，我队友赢了，好吧，我活着影响他们输出。进的特效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明天考试好紧张，加油啊！明天还不是队友带你的啊？对对对，都是我的队友带我。为什么要玩保安？因为我是太阳，我就是太阳。给捏着个大招，大吼一句：“我是太阳！”这把就赢了。说实话，我跟典韦打，惩戒典韦，我打不打得过？我就是太阳。还不明白吗？下把可以打镜吗？镜不好教学，镜的全网教学太多了，他那个英雄太需要时间练了。你不是说我说几句你就会的，因为我看了，其实我也看了不少人的这种教学或者这样那的，我看挺多的，但没有用，好吧，有些东西强求不得，说实话。其实我刚才一直跟他对砍，他不一定砍得过我呀，除非他出暴击了，但我那一波我的确我怂了，我出个护甲，再搞个经济护手，小小妖猴岂能与我一战？必须教育他。说实话，他打我挺痛的。他难道也出了护甲？他没出护甲，那为什么他打我这么痛啊？哎，你这暴击有点过分了啊，是吧？本来两边打得挺好的，你来我往，他一暴击963，我直接放弃对线了。荆棘护手，反手陨星，不穿鞋，开大招，我就是太阳。好像抢线抢不过他的呀，怎样呢？我下个兵，我到四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就是太阳。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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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阳陨落了，兄弟们，太阳陨落了！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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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！难受。下路打得好。哎，我觉得我这暗信的形态不是吊打猴子吗？你觉得呢？啊，原来如此，被秀了，兄弟们，赶紧跑！我上当了。狡诈的妖猴，必须让他知道太阳。我就是太阳，怎么敢的呀？猴子跟我比输出，我当然不会让他用一技能躲掉我的那个，我当然不可能让他用一技能躲掉我的大招，我二技能全部扫完了，我不信他不开一啊！然后最后一个大招，他直接拜拜了，小家伙，跟我闹。哎，好好好。
玩得不错，小老弟开大招，正午的队友一手回顶 ，nice， 反手一技能挂上去，不打了，漂亮，这一波极限拉扯很到位，反手大招，怎么说？二技能减速还在 A， 又顶了一手，直接换掉了，你敢信我的好队友？我这边直接变身，小老弟，要不切我脸上？你。你不在草里面吧？他真在。哎呀！难不难受？难不难受？一取消二 ，A 取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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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取消二，取消，取消一，取消，怎么说？取消二，取消 A， 嘿，嘿。怎么说？旋转，没来吗？那不就要交给太阳了？哎，按到了我，你，啊！我真的是醉了，我这一波二技能全部打完都得死。服了，不慌好吧？嗯，嗯，这猴子还不走。猴子传过去送，就以他现在这个装备是怎么有输出，你说是不是？还真有。没搞错老弟，这不蹲着给他一个惊喜。有没有人过来？我就是太阳。怎么说？根本一技能都不按的嘛，其实我那一刹那我还是有点紧张的。我以为我自己可以帅起来，但是我并不能。我应该往那，我应该往右边拉的，往左边拉不太对呀，不然我操作起来我直接一下捅死他。这个一技能怎么取消后摇的呀？一取消按普攻啊，二取消按普攻就可以很帅。但我有的时候我取消不掉，我看别人玩的好的好像都是用的是另一种取消方式，就是滑动式取消，它不是我这种取消，就是滑远一点然后就取消了，然后就会的就玩的比较丝滑。我就是按不出来的最后一下。变身呢？变身就是暗性去了，好吧？连招里面穿插变身，这不是搞事情吗？大哥，你这犀利的操作，真的，张良那个鬼英雄是真的恶心，跟那个东皇一样，真烦，你知道吗？就很离谱。再追，
了。一取消按普攻，是吧？按普攻，一取消普攻，二取消普攻 ，A 取消，疯狂取消，取消，取消，看到没？取消 ，A 取消 ，A 取 A 取消 A 二 A A 一 A 是吧？二 A 一 A 二 A 取消 A 大。A 二 A 一 A 抖动式输出取 A 取怎么样？嗯，我称这一套为态势抖动。嗯，取消。嗯，怎么有的时候滑不到啊？这么巧的吗？嘿，我来一二三。我再来，打不打？不打算了，撤。明刀，他这在送我。你刚才不是蹲我蹲的挺好的你？一个大，一个大，一个大，大大大大大大大呀大！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一直的在往外乱推，你真的是我的好宝啊！我们的赵云，他的操作总在不经意间牵动着我的心，好吗？他的一技能非常的犀利，嗯，如痴如醉，靠你了，赵云。我算是到现在可能有点明白了，胜利的希望不在于对面，在于这个赵云是如何发挥，好吧？希望等一下他会有一波精彩的操作。但我的确看他的出装有点迷，他这个出装什么意思啊？兄弟们，他这样出，既不是宗师，也不是不祥征兆，我只能躲在草里，给一波太阳。我就是太阳，怎么说的？敢跟太阳闹，二技能全刮没，一发普通击回拉，都得死。你跟太阳打呀呵？不用我去了吧？我知道我的队友一定可以。有个人在送啊，快点教育他。我就是太阳，都没有追的兴趣，辅助要单杀了。害怕。有没有感觉到我丝滑许多？渐渐的开始承认，其实我这个光性也是有两把刷子的。啊，看到没？我这嘿嘿嘿，有没有？二技能只需要点一下就取消了，还真是。哦。哦。我悟了，那你看我这不就光速大招是不是点一下就取消了？哦，去！他完全不怕我。我一个大估计打了自己一半血，非常恶心。
顶他一手。哎，这个点尾到我脸上，我能打吗？挺恶心的。一个大，这个点尾完了，到脸上，这是直接爆炸，这闪现回拉。这哥们没有大招吗？他有大招，感觉这个反伤甲就直接没有反伤甲，漂亮！典韦不出核心装备，他但凡出个反伤甲，这个弹，这个大圆盘一转，弹的他都是真实伤害。结果他反伤甲他不做，看来这把赢定了呀！你这怎么能不做反伤甲呢？你是做反伤甲，他这个开了个大招往这个。往这个圆方轮盘上面一转，绝对弹三分之一血是有的呀，那反伤都反的真伤，无论这个李圆方在天涯海角，只要那个轮盘在身上转就有了呀。他没玩明白，说实话，普通攻击我玩明白了。哎，按他别按我。好。我准备在这里创造奇迹。你搁这闹！你别顶我脸上，妖猴！说实话，我现在很激动，我想闪现上去给别人一套。他按了，但我的眼里先只有他。你敢过来？来！害怕，害怕，害怕！他没反甲，留住他。弹了一手二技能，别弹我脸上！啊啊啊啊！啊！啊啊啊！啊啊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哦哦哦！人家怎么都不死呀？他是我的吸血宝吧？我纯输出，光信只有纯输出才能证明自己。我就是太阳。你哎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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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普通攻击，我就是太阳。嗯，你是不是要闹？哦，看到了我的伤害吗？没有。有明刀，明刀的一秒钟对于光信来说，那就奇迹之一秒。好吧，想创造奇迹，就看那一秒。一秒钟杀五个，问题不在话下。说实话，希望你等下能看到我的明刀，我那一波精彩操作，好吧，兄弟们。离信的核心装备就是明刀，没有之一。
我要开始了。请注意我的操作。哼，小样，他以为我不知道在里面。没想到还是要打这么复杂，这边开起来了，我蹲在这里，兄弟们不要着急，往回顶，我进场啊，你们，我续了个半天，这是玩明白了呀，那只能远处火力压制了。你跑个鬼跑，还你，你怎么说？你躲这个草，哼，简简单单收掉。哎，好烦啊！这人偷塔，这留不住。这怎么一波？这猴子不守家，那还真一波了。他这直接给，这什么鬼啊？他们这两个人都不守家，就是直接放这个兵线过来，这太逗了吧！这不给我颁个 MVP？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